因為咧，即係好忙啊，大家都好多嘢要做，咁樣就我今日突然間諗起好想唱呢一首歌，所以我哋都冇時間再執呢首歌。咁誒，係咪有揾原作者嚟彈呢一首歌？因為呢個歌咧係Jason 寫嘅，咁我唱過一兩次啦，咁但係唔係我嘅歌嚟嘅，係原本係梅艷芳嚟嘅，梅艷芳嘅歌嚟嘅，咁我覺得好似喺一個咁樣嘅氣候，一個咁樣嘅時勢之下，好似唱呢只歌有一種微微嘅温暖嘅感覺。呢只歌叫做《我們不哭了》。如果一天我